等锤车过来顶一眼他会死。现在就只剩我们了，我操！就是说，那狂风如果狂风不那个的话，就它存在的意义就很。 开脸是女警的话还好，女警感觉下个版本也不会说。我这没 A 到他 ，A 到他的话被他 Q 到也无所谓。 如果跟你们讲，如果出不了狂风，那厄斐琉斯就只能舍弃这个位移。他是红开往下刷的，可能。把先放。会有个那个无尽或者后续再配飓风什么的。 把先放回来，我慢慢鬼刀放回来就好了。刀也不会被抓。没有吧？哦，在侧着服好像，应该在那个侧着服。 刀比我早很多，刀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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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着，我打野在这。说的对了，<笑>谢谢刀哥，谢谢刀哥，感谢刀哥的小鬼飞机，谢谢大吉大侠，爱你哦，刀哥。 大嘴的克格汪挺好用的，会守卫这个东西要随机的，随便。第一是拉扯距离，如果是他勾得到的距离的话，就不能那个。 哎，我 df 怎么是反的？完了，他死了。追者这个装备哦，你们说下个版本追者是加强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这太亏了。这是交了闪吗？他应该是没闪。 如果我们对面没那种血量很高的，你就你再上来走一下，你可能会死，兄弟。
我是肯定是白超啊，是黑超啊，这白超啊，我20多级的牌子，我怎么可能是黑？啊，对。 就是，就全可以出纯攻击力，因为你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，知道吧？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。完了，吃，这麻了，这个技能吃的。哎呦，这版本就完全没有太大必要出的，除非说你是那种阵容需要，需要你的火炮，需要你的那个。 别来，别来，别，别冲！哎，出了一只小兵，妈的，就是出小兵，次要的。我把药吃了，阿紫肯定带着这波，佐伊这波也会来。 看到队友烦我就放心了啊，兄弟随便送。到后，哈哈，就这吗？剑魔，你这技能不太妙啊，很妙，我记得。 全空了，出空，二 Q 中，哇，他好像一个技能都没中，他就中了一个平A，我靠，哇，我靠，800块。 哎，好闪啊！闪出去让我拿了个600，我靠！好闪，兄弟！好闪，好闪！好闪，好闪！大嘴一般都是8级，好险啊！这个左一闪了一下，让我直接拿了个600。 闪过去，没视野到后面，不然我追到底，不然我绝对追到底了。那后面刚他们刚打完龙，我还是差了一点。我刚刚是买的那个的话，应该杀了吧？买的这个的话，再加那个，还吸点血才行。我这。 我靠，这一下暴击，还是不能吃多啊，没图也好，应该买这个的。我，但是第三件买这个，这移速还是挺关键的。哦。
三个残血，我丢！他怎么不开大呀？哎，反正拉，打完了这个上中才过来，我靠！等他们过来，我们都凉了。 我们这边少两个大，这不是不好接的。没有打大龙，什么意思？打大龙。 他们二费罗斯在偷龙呢，没事没事。我感觉要五杀嘞，我等会可能会五杀呀，我觉得，因为这个阵容。 抢中线吧，你打都可以，随便打，三件套，看什么？看就不打你了是吧？我丢 ，Q 了我一下，看血没？ 还要秒黑哥吗？这黑哥被你们勾了都无所谓。哦，哎呦，没大到，我靠，大龙吧？这不打大龙吧？ 你狂接 Q 啊！我靠，怎么这么能接 Q 啊！我好险路都给了个大，不然我没了。把不管，接着往下走。啊！我还差钱。 什么意思啊？打小龙吧！我这波速度爆炸！我这波感觉。 可以打成吨的速度，变冲，疯了！其实要死，他们应该不敢接，他们要去追攻，跟我追攻死。 白给他们拿了个中华。
他没闪的，跳跑跳跑跳，打不赢，没闪的呀。 这个追的追的自己死了，这怎么？哎，把这里给我个加速，我等会可以上。咋的这？两个人怎么又送了？ 大龙吗？或者可以卡这个位置，等他们过来送吧。等锤子过来顶眼，他会播了吧？ 这个最后一波了，打大龙，再打一波，再玩一下。 下波再一波，对面那个哦，剑魔有三进，过来，不要二打五，让他们救我多送一点，对吧？来死我，直接，那亚飞都已经跑到上路去快乐了。 哎呦，吐不到了啊！一波了，哟、哦。